讲我最好应该随时最近林俊杰跟林妈妈感情相当好，日前在脸书上 po 出一段帮妈妈伴唱的影片，自己还打趣说道：“这是演唱会后遗症。”有人留言笑说：“妈妈唱的比 JJ 好。”更有粉丝趁机告白：“只想好好听婆婆唱歌。”不过不愧是金曲歌王，即使只是帮妈妈伴唱，舞台魅力还是一样十足。